家好，我是可可。我们昨天从小院回来了，今天去我哥家看看。我嫂子带着两个子女来北京了，这两天一直忙小院那边，然后因为都是他们提前约的，也没顾得上回来。今天回来去找他们玩去，走。走。路上稍微有点堵车，得差不多50分钟。现在已经到了，卸一下东西，买了点东西。这是朵朵送给两个妹妹的，这是给大舅哥买的啤酒。好，走，走了，走。这个好看，这样也是。哇塞！上我来，我看这，我刚才以为那个那儿床垫子嘞，手表，咱都不说话那小孩儿，对呀，拥抱一个，叫姐姐，兰兰，这姐姐，兰兰拥抱一个，刚才萌萌拥抱了，姐姐，我想你好久了，拥抱一个那啥，来。来拥抱，来，对，姐姐，哎呀，小伟加入小孩的行列了，都这级别，就恁四个一人一杯，下次来了咱啥再喝，对对，誓师少年，干杯啊！来，好，啊、四个小孩。要人家吹水吧，吹水烤肉去。别喝了，要是肚子快，别喝了。非牛自用。别喝了，我让恁俩都不喝，估计不只有会非牛。上当了，小伟。昨晚给自助餐老板上一课，你都。好好再上一课，好。快量身高吧，快点去。量一下，我看多高，正好看一下啊。一米三，一米三多一点。来，你看，我看你多高。嗯、哇塞，快1.4米了。1.35米。这个量多高，看看多高了，来。一米。这个相当。对，哎。走了。你是免费的啊，多吃点。你是免费的啊。咱现在是小孩一对，咱仨是大人一对。戴好啊！小二子吃蛋糕，看见没有？一人一个小蛋糕。给你拿蛋糕，再不给，再来给幼儿拿一个，照顾到位啊，一定要。好，给你拿蛋糕。这有，给。看着嘞。给。还有碗啊。吃蛋糕先，吃蛋糕。这是老大领主。小宝好不好啊？记得吃啊，但不能浪费啊，是不是？拿了都得吃完，还没有啊？行，北哥给他烤。那必须的。来，干杯！小家伙，给他。来，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！来，新年快乐哈！元旦快乐！来，结婚快乐！一干杯都是各种快乐，结婚快乐都算了啊！我到底买了，还挺快乐的。那是小别送新闻，也可以哈。小别送新闻吗？对，可以，这个勉强还算能过。对。